迟到的蛮多的，迟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看一下。OK， 这是一个 Marine Safety Education Center。But this is an unconscious patient. We train on these guys all the time. And basic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want to do is establish and responsive. And all you're going to do is you're going to go here, and you're going to do hard and fast for about 100 times a minute.现在也是快到圣诞节了，然后节日季，所以好多人都是出来带小孩出来玩之类的，所以路上要晚一点的话肯定很拥挤。去的是 Huntington Beach， 为什么去这个 beach 呢？因为今天刚好有一个免费的那个课程，他就教一些安全知识，冲浪的安全知识，还有包括水上的一些。他也会教一些，就是主要是围绕着 safety 安全方面。今天的室外气温现在还没到海边，室外的气温是12到13度，刚才路上是13度，现在这边看到是我们下了高速的显示是12度，所以的话并不冷。但是那个在家里的话就觉得挺冷的，可能是屋子里就不是那种也开着暖气，你知道吗？所以还有就是现在雪山啊，那个雪山也是有雪的，就大概好几天前下过雪嘛。本来我们原计划是今天去冲浪，冲完浪然后去滑雪的，但今天是周六，所以的话雪场的话一个雪不是特别好的，已经好几天了，融化了不少。另外的话就是怕人太多，然后他晚上那个场没开，那4点钟就结束了，那这样的话就有点紧，所以今天就没有打算去雪山，就是冲浪。但冲浪的话Huntington Beach 是好久没有去过了，只去过一次，当时去过之后觉得那边的浪特别大，所以的话就浪特别大就不太适合我们，所以就没有再去了。那今天再去的话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免费的安全课，这个挺好的，去学习一下。因为确实有些知识，安全方面知识我们确实不知道，可能只是遇到的才发现。但如果遇到的，那其实说实话是晚了，就太晚了，最好是在没有遇到之前就能够知道加以预防吧。今天呢他那边的时间是8:30开始，现在已经是9点十几分了，所以有点晚，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迟到不让进去之类的，所以不知道。但至少水上的那个可能是在后面，是应该没有问题。还挺好的，那个这边本来是停车是要$15，然后就是上这个课就不用停车费了。迟到了蛮多的，迟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看一下。OK， 这是一个 Marine Safety Education Center。It's a little daunting because this guy doesn't, you know, having arms or legs or talk back to you. But this is an unconscious patient. We train on these guys all the time.And basic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want to do is establish and responsiveness. So this guy, if you pull him out of the water and he's unconscious. 我们进去这个培训的教室之后发现只有3个人，包括我，然后胡晓迟到了，然后最后我们有4个等于在线下在听。然后但同时他也在有那个 Zoom meeting， 通过那个电视大屏幕在讲。其实可能很多人都那个不方便来，因为比较早嘛，所以的话都会参加online 的那个 training。其实蛮好的，他就教了一些如何给就说溺水啊，怎么给他就是唤醒他，就是压他的胸，这样去让他有呼吸，最后这个水他会喷出来嘛。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其实压的时候那种节奏啊，他要做多久啊。他说你可以持续的一直做1分钟2分钟，然后那个1分钟大概做100次这样。
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就我们就到那个海上去，现场在海上怎么把一个溺水的surfer 把他拉到那个冲浪板上，然后放好位置，然后你在后面，然后 paddle 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的话，如果没有教过的话，还确实会慌张，因为你会遇到很多，就是说你想象不到的情况，例如那个溺水的，如果他溺水的，他就已经没有什么知觉的话，反而好。但是有问题，就是说你得，你怎么靠近他，然后怎么把他拉上来，怎么通放在板上，那他都有一定的技巧。我们练了好几次，就是他们带着我们练，然后把他先把那个板翻过来。然后把那个靠近那个溺水的 surfer， 然后把他拖到手扶到那个板上，然后用脚压，然后压住他的手，再把那个板转过来，这样的话他就趴在那个板的正面上面了，然后你再把他的脚放直了，然后我们就说救他的那个人呢，就是站在坐在后面，然后保持平衡了，然后就可以滑行，然后包括教了一些动作啊，那种手势啊，怎么来告诉岸上的救生员或者其他的那种 surfer。Call someone over with a big board. Okay. Because this board, huge difference. Right. So the bigger, the better. So, like we talked about in there, if you have a short board or have a small long board, call somebody else for help. It's like somebody's going to have a board like this or a bigger board to help you out and get the person. I was really talking to them about positioning too when you're paddling in. Super crucial that you guys get positioned.You gotta keep on the board, but you don't want to purl, and you don't want to fall off the back. So maybe work on that a little bit with them as well. So? Awesome, give them water. How deep is it here around? Yeah, probably about 50 feet. Not deep at all, like for the bridge is right here. Maybe a little deeper, maybe almost. Don't just really, really watch it like in the dark. Like, oh, we're gonna be down at power 19, like 20 minutes, that's really okay, so.我们现在已经在水上了，然后刚刚练习完那个救生的那个一些动作和一些方法，练习了好几次啊，蛮有意思的。然后现在正在跟这个救生员聊天，刚刚也说就是那个之前有受过我有两次被 stingray 扎的那个经历嘛，然后胡晓有四次，就是聊了一下这个。他说我们一开始以为就是那个 CO Beach 还有 Sunset Beach 比较多。然后他说这边也很多，他也遇到过好多次，他好像被叮过六次。
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有鲨鱼啊之类的。他说这边就现在我们在的这一块的话，鲨鱼其实他说也经常会见到，但挺小的，就大概两三尺的那种小鲨鱼。这种鲨鱼他说非常小，然后通常鲨鱼他更怕人，只要你不要乱动啊，保持冷静的话，那个鲨鱼它都会走的。然后再更远一点，后面的话有一些小的大不应该是大白鲨啊，只不过小的大概七八尺长的。那种的话看对我们来说看起来挺大，比我们人还长很多，但是事实上它在大白鲨里面的话还是属于小的。今天的收获还是蛮多的，因为除了练习也学习了一些就原来不太清楚的一些知识。那同时跟这个救生员聊天的话也是收获挺多的，人也特别好，那几个人都特别好，就很耐心啊聊天啊讲就是挺好的。我觉得如果你在海边玩也好，或者说是想冲浪干嘛，海水上的运动都可以来参加。他这个training 的话好像是定期都有，下一次的话好像是一月还是二月。我会把那个 link 放在我这个评论那个描述区下面，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下，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来去听 online zoom 都可以的，现场也可以。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冲了，好，拜拜。Go, sir. Thank you so much.